首先准备两个 1.0 的探针，安装到最顶部零件，这边有一个预留的一个定位的，从这边，因为下面有一个定位的纤维零件，点击校准，它是有 A、B、C、D 四个面。那么现在首先将夹具旋转到 A 面，校准片的一个正确的一个夹放方法，要把夹具拧开一点，放到这个最下层，这个最里面这个层，然后拧紧，点 OK。A 面的已经校准完成了，那我们现在点击 B 面。好，现在将夹具旋转到 B 面，然后看一下图表，夹针侧面 C 面这边有一个预留的一个小缺口，然后平行拧紧。校准之后它会有提示，校准通过，你们真没有。点击 C 面夹具的校准，将夹具旋转到 C 面，然后长度的话到第二格这个位置，那边图片上面也是有相应的要求，夹到第二格零件位置，点 OK。 好，将夹具旋转到地面，这个校准片的夹放长度的中间那条横线就可以了啊，中间那条横线。好，这是整个的完整的校准过程。如果我们现在